家好，我是小妖哈。今天呢，你看我累死了哈。因为啥呢？就是我妈种菜呢，我打算把我们家菜园子翻一下。我刚才翻了有好一会儿了，出汗了我都。让你们看一下我翻的哈，还挺累的。活儿哈，还真是挺好的，动动筋骨。这是我们家菜园子，那边种的全是菜，然后把这一块地全部翻一下。这时间万般流连，看着天